咱讲什么？旁观者清。端午徛在里边也无出手，伊倒是看会出来哦。这两个拍阮兄一个，啊，看这个势，就是要拖时间，要消到阮兄这心力拢用了了。你臭狗哦，无意思哦。所以讲咧，端午咧，伊也生气啊，也跳出来啊，先甲这牧羊虎讲，嘿，两个拍一个，袂见笑。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我来参一卡。所以讲咧，瞬间起来拍这牧羊虎啊，那这端午什么功夫？绿马神剑天甲点落去，牧羊虎看到这个绿马神剑，下巴来讲处处好好。哎，袂输那电话下过，吼，赶紧啊，闪开！两个人拍做下，哈，好，安尼小红变作一个人对油摊子一个。啊，哥对了来讲咧，小红要来款油摊子，嘿，就非常的爽啊，对不对？啪啪啪，无两个油摊子有影，内功是真棒，啊，掌法也袂歹，但是咧，其他功夫就真差。看到这个啊，小红无像啊，小红是属于武功的大宗师啊，什么武艺伊拢会晓的。啊，无管讲是武器、掌法、军法，啊，即、這个腿法，伊拢真灵，拢真在行。啊，那所以讲，伊看伊这么厉害，我唔免阁甲你加讲啊。知啥物？伊出卡啦，哦，顺伊一个势，啪一个扫卡落去。即、啊這个油摊子无功夫经验，真压，真少甲人动手过。王妈妈阁徛大伫遐，袂晓闪，啪去一卡扫落去，两支卡。字甲嘴嘴，字甲嚼嚼，字甲利利，现倒的土啊，海也袂顶袂动啊！